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家都喜欢自己建一个这样的小凉亭，平时在上面乘凉呀、喝啤酒是非常不错的。他们老挝人的牛啊，都是放在这种野外的，吃完草了还知道自己回去。老挝的斗鸡，没有，还差点。他们家明天搬新房子，嗯。你们这里好热闹啊！要不要喝一点吧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不会喝酒，谢谢。真的不会，谢谢谢谢。嗯嗯。对，你看他们。非常的幸福，喝着啤酒，唱着歌。幸福指数高了，嗯。哎，你会老挝语？没有。说的哈。我们也是去那个学校学了两个月。哦。是的。在空气学院吧。我们是在那边学的，我们是在那个培训机构学的，在万象中心那个出国留学服务中心那边学的。不到一百块钱，不到一百块钱。自己做，自己做，哦，好厉害哦！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那好厉害哦！一栋房子，一个小院子。来吧，来吧，喝一瓶。然后在这边，来一杯吧，喝点啤酒。帮你喝一杯吧。现在这个。正好一个老挝朋友，他说中文说得非常的好，然后邀请我去他家喝一杯，但是我实在是不会喝啤酒，现在进去看一下吧。他太热情了。不用，好，谢谢。干这一杯就 OK 了，多了干不下，谢谢。是我的杯，谢谢。干杯。再好再。哈哈哈哈哈。空杯。再。干了。谢谢，好在。来，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挝人的他这个生活的状态，幸福感真的是非常的强。今天周末他们都是在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院子里面喝点啤酒啊，唱唱歌，吃吃饭，烧烧烤，太幸福了。